「島の沈めとかしごくも」<music>「神さりの獅子」「富山も」「名残を受けて砲台いにい」「っさをってしみんな見ろ」「名りは我ら界だ」 哎，各位童事、各位学员，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哦，今日吼、哦，真荣幸来直接吼、哦、来，大家分享吼珍贵的一个法律的观念吼。啊、哦呃，咱遮头前看到个正仰慕面顶看到个，即是咱的大家长，就是咱的皇帝哦，咱迄个锦上添花，啊，有的是讲，诶、呃，天皇陛下，迄拢不要紧吼，因为这是一个尊称啦。 啊，即摆咱就是甲看吼，咱国家诶迄个年纪是是写、哦、皇帝二六七四年哦，万世一系诶皇帝传承，即摆是第一百二十五代吼、哦，好哎，啊即就是咱即下看诶，就咱德秋平家吼，左边这边，吼，左边这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皇居吼、哦，里面现在住的这两位，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两位，不是那两只鹅吼啊，大家要稍微看一下哈、哦，好。 OK，来下一个，回归正题啊、哦！今天的题目是“台湾法理，法理台湾”。哦，我本人叫温承志，温家吉哦。出生在昭和四十七年。哦，初级班第十三期，高级新生班是第一届哦。好，那这个，这个哈、哦，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官网哈、哦。那这几天就是三月二十号的台湾短评。哦，我知道今天有几位哈、哦，就是可能对。 我们台湾话待意听下无哈，不要听，然后我就讲普通话哈。那台湾短评里面有讲到国际法的法律位阶哈，它里面讲就是说、這個，这个这个短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make no mistake，就是不要误解，因为因为有些人很多人哈对自然法、万国公法跟国际条约，甚至美国宪法的那个位阶哦，很。 搞不清楚，好、哦，那我们现在做讲解一下啊。在、哦、国际法中的法律未接哈，整理一下规规则。它第一个就是说，the nature law，好、哦，就像呃第一天我们，呃第二天就是昨天哈、哦，昨天有一个那个连先生讲的课，然后里面讲说地呃地球法，好、哦，那这个 the law of God 就是自然法，自然法就是等于上帝，天生以来就是一个自然法则哈、哦，这是全球最高的一个。 一个法则哈，再来是《The Law of Nations》，就是万国公法，哦，再来是《The Co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Treaties》，哦，这些所谓就是国际条约。那未接」来讲就是一代、二代、三，在不可逆行的法律体制内，位阶较低者不可抵触位阶较高，这属于通则，好，反之位阶较高不需要屈就位阶较低法，这也是通则，好，如说。 自然法，它不可以屈就于万国公法。那条约的话，就是跟万国法抵触者是以万国公法为主。哈，这是那个三月二十号台湾短评，我们台湾民政府官网的一个一个最那个资料。哈，这是我们要看文章的话，每天要养成习惯，要上去看。哈，这是我们秘书长跟大家分享一个台湾短评。哈，第二次。 忘记是最残酷的酷刑。好、哦，日本已经忘记1895年对清国战争取得领土，忘记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公约规划的责任区，忘记退出国际联盟的原因，忘记1941年12月6号宣战的原因。 忘记临式战机，忘记牺声报国的神风特工队，忘记靖国神社樱花树下的约定，忘记一切的一切，甚至忘记自己的名字。哦，这这六十九年来哦，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甚至整个大日本帝国国境，哦，这、就是、日本国跟台湾、哦，我们发生很多的事情，不断历史累积下来，我们发发现说，我们似是乎是都已经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 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我们的天皇陛下宣告投降，向盟军投降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但是我们的身份，身份为什么会现在这样子？因为是被管理状态，被吊起来了，所以跟呃皇帝一样，是处于没有办法确定的未来。哈、哦，你可以聪明一时，绝不要糊涂一世。哦。 昭和天皇陛下是在大正十年，也就是1921年，成为代理天皇陛下职务的摄政王。当时是大正天皇，哈、哦，大正天皇那时候天皇陛下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必须说，呃，请摄政王来代理处理国事哦。1923年来台湾的不只是日本的皇太子，而是代理天皇职务的摄政王哦，可称为皇太子摄政公。 董事长的代理职务者不只是董事长的儿子，代理职务者有权决定公司决策，所以当时的摄政王可以决定国家的重要大事的那个权利吗？绝对有哈、哦。那董事长的儿子没有决策权，身份可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我们都可以上维基百科哈、哦、去看昭和天王的那个资料，你可以来看一下详细情况哦。一九零一年四月二十九号，下个月哈。哦 的生日是出生在大日本帝国东京府东京市，立为皇太孙，受乃木希典的严格教育。乃木希典他是具有一个弃身报国，哦，弃身报国的一个那个人格教育哦，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老师哦，所以当时就是明治天皇，哦，明治陛下对乃木希典的重用之因就是他有那个忠诚之心哦。 那当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知识讯息，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哎，大日本帝国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已经亡国？那现在日本国是大日本帝国吗？什么叫绝对君主制？什么叫二元君主制？谁是大日本帝国的护长？哦、喔，来看一下哈、喔。我们看到这个，这一面旗子是大日本帝国的旗子哈、喔。它里面是日之丸，日之丸颜色是红豆色，暗桃色哦，唔是亮。 你如果看到是亮红色，那个是日本国的国旗哦。那国体政体宪法是明治宪法哦，明治宪法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哦。第一章天皇，我们看到第一条、第二条这样下去哦。其中的第四条哦，天皇是国家的元首，他有所有的全部总揽整个国家的统治权。那这是整个宪法的重点在这边哈、哦。那跟日本国现在的和平宪法不一样的第四点这边哈、哦。好，来看一下。 日本国的宪法哦，第九条它修改掉了哦，改成什么？放弃战争权。它原来大日本帝国的第九条是宣战权。哦，日本国的国旗跟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不一样，我们刚刚可以印象当中哦，稍微对照一下，它是亮红色的，这是日本国的国旗哈、哦。政体不同，和平宪法改制明治宪法。哦，从明治宪法第四条跟第九条就是，呃，天皇是国家的元首。 哦，第四条、第九条是宣战权，改成放弃战争权。哦，那是效忠对象不同，是虚位效忠，因为虚位效忠就是二维君主制。那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度是什么？绝对君主制。哦，领土宪领土的范围不同。哦，只有北海道、盖斗哦本州四国跟九州。大日本帝国国土范围比日本国的领土范围还要大。哈、哦。 那安倍曾有讲过，哈，在二零二零年修宪完成前，日本国仍然是处于不正常的国家状态，哦，跟台湾目前是一样的，哦，因为现在日本国它有左派，左派是主要是由韩国人，哦，在里面，在日本国里面，它有将近一百万人在里面。当时和平宪法开始的时候，它因为它主要目的就是让整个大日本帝国没有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哦、喔、崛起。 啊，变成世界一个一个一个隐忧哈，所以当时盟军为什么这样安排，就是说在台湾安排两百万人的两百万人的那个中国人，那在日本国国境里面哈，这、就是现在的日本哦，在里面就安插了一百万的韩国人，他最主要就是让整个大日本帝国没有办法是在短时间崛起哈。 那大日本帝国宪法简介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君主立宪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好，公布于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的二月十一号，并于一八九零年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号施行。 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民事宪法》或《帝国宪法》，哦，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哈、哦。那日本国宪法，那就是说不正常的一个称呼哦。他说，呃，旧宪法、战前宪法，所以他们日本国，我们现在有看到他們网站他写什么旧宪法、战前宪法，那是不正常的一个说法哦。我们正常是应该要称呼《民事宪法》或《帝国宪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名称中带我大日本帝国的文字，我们刚才开头有看到哈。哦 但是当时呢，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是一直到昭和十一年，就是一九三六年，在皇民化的前一年，哦，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哦，好，那我们看到《明治宪法》的诏书跟《帝国宪法》的本文，哈、哦，由帝国由昭和，就是这个由陛下的诏书，哈、哦。 颁布之后，帝国宪法才可以施行。哦，他那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跟我们印象当中，诶、欸，宪法是不是要一个总统、啊、还是什么元首之类在宪法上面签名啊，或者是做声明，宪法才可以做施行？不一样哦。那君主制、君主立宪的国家，就是你又由,由那个陛下的诏书，哦，他下诏书之后，整个帝国宪法。 才能够整个施行，因为绝对君主制底下就是最后帝国议会所制定出来宪法，必须经过陛下哦下诏书之后，整个宪法才能够施行哦。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一共有七章七十六条，所以陛下的诏书跟帝国宪法来讲，他的权力哦比宪法还要大哦。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就像早上那个班长周先生在这边讲哦，说我们一九四一。 四五年四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啊，对，行宪纪念日。啊，行宪纪念日是由我们昭和陛下颁布行宪诏书，哦，所以很特别一点就是我们本土台湾人哦，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的时候，不需要经过选举，也不需要经过帝国议会的允许，直接由昭和陛下的行宪诏书哦施行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朝鲜。 哦，另外一个是在那个我们台湾哦，台湾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家经由陛下的诏书，哦，不用经过议会的允许，直接就进入纳入到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哦，所以我们现在身份为什么还是保留在臣民的位置上？因为因为有昭和陛下的诏书哦，可以做证明。那现在日本国呢，他们的身份是国民，国民，因为他们的。 政体已经改变了，现在是使用的是和平宪法，跟我们的宪法是不一样。我们宪法，我们虽然是现在是根据二零零九年四月七号所得到的，呃，五项判决，哈，就本土他人没有国籍，那为什么没有国籍？是因为被悬置状态，受战争压制，哦，悬置起来的一个权利，哈。那《大日本帝国宪法》简介里面有第七十三条，哦，日本国的宪法是经由第七十三条的修正案。 换句话说日本，日本日本国家现在宪法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修正案。哈，根据的是第七十三条。哈，它规定修改程序，全面修改，成为面貌一新的日本国宪法。哦，日本国宪法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号公布，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号开始施行。那日本国宪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前提下成立的法令与新宪法相违背内容，与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失效。哦，那就是说，只要没有违反新宪法，那旧的法令，譬如說大日本帝国宪法，哦，它在日本国里面施行，只要没有跟新宪法冲突，那一样是有效。哈、哦，就像他讲说，新不不现，古不不变，新旧相冲突是以新的为准。哦，那日本国宪法简介里面就是说。 日本国国民，他是因为要跟原来的那个政府，日本政府，就是他是因为投呃战争嘛，造成了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呃战祸，那他就要划清界限，就是说他把那个修修订宪法之后，变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出来哈。那制定本宪法，那因政府行为才让主权属国民。那这里的主权呢，是主指什么？主权管理权，也就是管辖权。 那我们知道，就是它的主权所有权在哪里？在天皇陛下那边哦，它的所有权没有变、哦、那日本国宪法新宪法里面有十一章一百零三条，修宪后日本新宪法重点在于第九条，放弃宣战权。那普争列的西方普世价值，自由平等观念跟男女平权、哦 大日本帝国与日本国宪法史与台澎群岛的关系。大日本帝国 （The Empire of Japan） 战败，但是没有灭国。哦，大日本帝国宪法因为战败被占领者美国压制，而并没有取消。台澎群岛没有因任何有效文件，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而是日本国哦，这是日本国脱离大日本帝国架构，提早获得自由。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台湾澎湖、哦，我们这些台湾人是现在什么情况？就是背负战争债，哦，留在家里。我们是唯一的护长，哈、哦。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号，琉球民政府因为帝国台澎群岛被占领，无本土政权，只能加入日本国，提早获得自由。哦，就这样和平条约只局限于新线之地，哈、哦，就是日本国的地方。那日目前呢，大日本帝国主要政体是台澎群岛台湾民政府，哦。 那台澎群岛目前是大日本帝国唯一的护长，日本国琉球群岛北方四岛主岛西南群岛并均为大日本帝国台澎群岛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土台湾人才是正架杠还是奔狼哈？纯正的大日本帝国的皇民，至今在炼正狱炼狱当中当奴隶，偿还大日本帝国战争债，尚未签署和平条约。那那个原来的总督府呢？ 原来总督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被那个中国军事政府的代表陈仪把它解散掉了。那并没有代表说台湾整个不见了哦，也没有说把主权交给中华民国都没有这回事哦，因为是没有办法把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所以我们的目前的身份是没有国籍的状态是完全符合法理哈、哦。那大日本帝国国境。 日本国的范围，好、喔，北方四岛、朝鲜，还有日本国的范围，o k 台湾，哦、喔，西南群岛，啊、喔，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极，好、喔，南极那个地方目前的宣誓权还是保留在，呃，天皇陛下那边，那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一、e、款，哦、喔，是日本政府放弃放弃管管理权，可是，呃，所有权跟宣誓权呢，它宣誓权是仍然是保留在天皇陛下那边。 所以南极跟大日本帝国有关系吗？有关系。那为什么现在日本国要修宪，跟 o、e、k i n a 要赶快回来大日本帝国呢？因为在南海哦，有发现到全球蕴藏量第一名的可燃冰。可燃冰就是细菌呼吸之后那个甲烷，经过高压、大气跟海水高压之下产生的那个非常浓度非常高的一个燃料哈。然、哦、后再來再是。 呃，含蕴含量仅次于破四湾的石油，哦，所以这后康哎，在我们家里的后院被发现了。所以以前的大哥跟二哥他出去了嘛，搬出去了。那现在不好意思，他们回来之后，我们是护长。哦，虽然过去他们是大哥、二哥，可是回来他必须要经过我们护长，而且要经过我们的护长来分做主要分配权，哈、哦。 那一九零五年二月二十二号，大日本帝国的主导日，哦。那我们在网上、脸书上有看到说日本国主导，不好意思哦，上我已经从二月十号已经呼吁日本国，请你要好好读书，哦，从安倍开始，他是大日本帝国的主导，Takashima belongs to Empire of Japan。 详情要看哪里，《新台湾论》第七十九到八十八页的内容，有讲到塔克西媽的问题。哈，大日本帝国的日之丸是什么红啊？那有日丸国旗的国家有伯琉、孟加拉、辽国、尼日跟日本国。哦，如果大家可以研究的话，可以上维基百科去看一下哈。那个这几个国家的国旗内容，它都有日丸啊。那日本国的日丸跟大日本帝国的日丸一样红吗？ 我刚刚看就知道哈、哦，来不一样哦，红豆色跟鲜红色拿色卡来比对，日完颜色两不同哦。中国的明治大政，昭和三位陛下建构完整的台湾主权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根据万国公法逐步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哦，一八九年的下关条约哦，拥有台湾，那是我们的皇帝哦，拥有台湾花了七年的功夫来。 使用武力征服 （conquest），因为那个时候在一九零五年，哦，大日本帝国有参加一个世界的一个会议，他听从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建议。美国就是当时在西部拓荒的时候，他是经由那个武力征服把印第安人征服了，然后纳入国家的管辖。哈、哦，那一样同样的方式，哈、哦，那这个武力征服呢，它这西西东边的地方呢，它不是沉到海底，它是高沙。 高沙族有很多部落在里面，那武力非常强大哦、喔。清清国后迁供他没有办法去做武力征服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清国他的武力很糟糕哦，他、喔、没有办法去做呃，跟像大日本帝国这样皇军很厉害，就是哎，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其实清国日清战争我们也知道，甲午战争嘛，那大日本帝国跟清国战争才没几天而已就结束了哦。喔 这样一一试就知道，那这也代表说“高沙义勇军”这个名字也是得来不易哈，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一九三七年，黄明化为什么要黄明化？黄明化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就像说我现在讲的话，各位都听得懂、看得字、看得懂，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童话。童话就是说，呃，一个政府甚至一个国家，他要把他的政令、政策。 经过文字跟语言在讲的时候，就必须要做这一方面的功夫。那我们的国家有专有名称，它叫做“黄民化”。黄民化运动是一件好事哦，不要像中国殖民政权、他们自己当局说：“哎、欸，黄民化怎样會？或在这个黄民好像是在污民化嘛？”我跟你讲，他讲的国语运动跟黄民化是一样的哦。如果黄民化是不好运动，那请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写文字哦。我们就这方跟跟他讲哈、哦。那 一九四五年十四月一号，哦，经过陛下的诏书，实施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哦，有服兵役参政权。那那时候呢，那大日本帝国台湾这边有三个贵族院，那五个众议院，那其中有一个参战权的代表，现在叫张丰绪，哦，张丰绪他的爸爸在屏东嘛，吼、哦，那是张三忠，他有一把天皇御赐的菊纹太刀，吼、哦。 那是一个参战权的代表，哦，这个是那个昭和陛下的行宪诏书哦。那当时那个清国不完整的台湾领土权，为什么这样画这样？这代表是拓殖地哦。台湾西半部有六个屯垦区，加台湾就七个屯垦区哦。那也代表说，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起，他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呢，他虽然来占领了。 但是不能移转主权哈。大日本帝国金王陛下拥有台湾的所有权状哦，在这边。人家问说所有权状在哪里？在这边。哦，下关条约，他们讲马关条约嘛，我们是讲下关条约。大日本帝国跟清国，大清帝国，所以叫日清下关条约。哦，这一个所有权状，那不清楚的，请他上那个台湾自己当局的外交部哦。 这是外交部的《浮水印》，它里面有写，这是中文版的，它有日文、英文跟汉文三种哦。《台湾战争史回顾》的第七页到第十一页哦，有讲到这些的内容哦，那就是讲到哦平埔族啊，哦它分布的地区跟高沙族哦，这个在网络上也看得到，不过它这里写原住民，原住民是不对的名称哦，正确的名称要叫做高沙族。 哦，这个高沙族名称代表在那个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他给予的是肯定，哦，是一个尊称，高沙是尊称，哦，不是轻视。像清国的话，他讲藩，藩人，藩人他那个藩是没有草字头，那个藩什么意思？外国人 （foreigner），哦，foreign 是外国的意思，所以他会直接翻成翻人。翻人意思是说外国人，外国的，哈、哦，叫做藩。 平埔母亲的珍贵样貌我、喔、一看就知道很像我们的祖先，有没有？所以大家是不是平埔人的后代，就是了啊、喔。这个叫矮金哦、喔，这個、相信很多人都这个传这个没有失传啦哦、喔，这从、個、平埔的时候就一直传下来，所以矮金很流行啊。这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所以这是平埔的文化。还有什么伯姑姐姐大威嘛，舅舅做大威，那个也是平埔的传统。 还有吃槟榔，那个都是平普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化没有办法消灭的，因为这些都隐藏着，没有讲话。哦，它虽然現在消灭了平普大部分的文那个文明，但是没有办法这些没有办法消灭。还有什么呢？这是那个西拉雅族哦，西拉雅族，哦、雅族它现在平普的那个语言里面，它现在虽然是在加护病房不过。 全部大部分都很在努力哈、喔，就希望把这个希腊雅族拼谱的那个语言赶快把它找回来，因为毕竟还没还没自习嘛哈、喔。OK，好看一下当时福尔摩沙，台湾是真正的名称叫福尔摩沙哦，土地这个彩色的部分是高沙部落的区块哈。中国难民隐瞒台湾人的真相。 哦，这是十一月二十一号的圆桌论坛哦，他有一个王云成先生，他提出来一个研究报告哦，台湾的东半部竟然不见了，而是成为与太平洋连在一起的海域，哦，这是清国残形地图透露一个不为人知的真相，就是日本政府完成全台湾岛的军政统治，这是清国的实力嘛，他只能到这里啊，他的武力没办法到这里啊，因为高沙义勇军把他挡在这里了，那这个经由。 那个日本国的军事一个征服动作，那就让他完成了一个整岛全岛纳入管辖嘛，那就是军政统治。好，那原先本来今天是秘书长要颁发美国国旗哦，所以我这边有提到哦。叠哥倒菜都像议长也有讲哦，为什么那个旗子不要叠哥倒菜都除了万国旗不好看之外。 那再来就是它的由来，吼、哦，竹竿装上菜刀的德哥刀菜刀由来是哪里呢？跟军政时期有关系，跟这个，吼、哦，我们看到德哥刀菜刀，还有德哥刀茶刀砍柴的有没有？德哥刀茶刀，哦，德哥刀菜刀，然后旗子挂在这里、哦，我们想想看，这如果是挂美国国旗，可以看吗？不好看了，吼、哦，好，o k 来看一下，哦，这个事件是大日本国。 台湾军政时期结束的一个代表事件，喔、叫做什么？西莱安事件，这大家都知道，哈、喔，呃，叫这鼠镜，好、喔，就是西莱安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西元一九一五年，在大日本帝国台湾岛内。那事件所起获的器械照片上面还要写什么？大明慈悲国的旗帜，哦、喔，感情的台湾人起起事的时候总得扯个大名，哈、喔，这是东明王国渔民教育的成果展。 的各道菜都是什么意思？草莽起义啊，革命哦，这些东西刚情台湾人做出来哈。秦、哦、国在日清交战争前拥有的是佛尔摩沙岛的西部六个屯垦区，外加澎湖，一共有七个。啊，就是两年关三年末哈，两年关三年满抽油水的殖民地。那遇到清国交接不清，灭视高沙部落的东部半部岛区，使得大日本帝国在收复佛尔摩沙岛时必须。 面临到接受美国建议，用战争法征服方式，花了将近七年征服整个高沙族的部落，完成福尔摩沙全岛纳入领土。那《赛德克·巴莱》哦，这部影片惨剧的主要凶手是谁？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哦、喔，是清国。哦、喔，你清国，你无敢讲清楚的，归个岛专播交接好日本国，大日本国，其实安也是不对的吼、喔，交接不清，这也是凸显到。 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文化，他们是吹牛的哈，都是吹牛。那再来就是他们办事糊涂，哦，他说交接完、喔、交接啊，青菜外面一块土地，那明明是隔壁的，他还说、啊、那是我的，全部割给你，然后造成纠纷，自己是就是受被交就交接他们的事情，就等于是真的像他们传统讲的是烂摊子，哦 o k 然后。 大日本帝国太阳旗跟台湾的彩虹桥，决定哈、喔、注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天空哈，赛、喔、德克巴莱哦、喔，这是可爱版哦、喔。回想到昨天上的课程《台湾史解码》，你我对自己的来源认知。好、喔，《台湾史解码》稍微想一下哈。哦、喔，徐格林徐先生他上的。哦、喔，我们是母系社会拼埔族的后代子孙。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那个世界地图有没有？ 最早，然后一直移移移到这里，结果我们是谁的祖先呢、啊？是韩国跟中国的祖先呢，谁被族？他们被族，不是我们被族、啊，哎呀哈，我们的祖先呢？平埔族主要有血统的百分之九十八哈，要找谁呢？马杰远林玛丽医师，他是 DNA 族谱哦，那大家要寻根哦，去来结构分析，那高沙的同心哦，是大日本帝国台湾的贵族。 哦，我们的贵族哦，为我们自己的由来出生要具备百分之一百无比的信心哦，不要像们诶、欸，好像中国比较高级，不是我们比较高级，我们是因为被他污染了，迷失了哦。其实我们很高级的哦，为台湾国际地位上地位的正常化感到无比的光荣哈。好、哦哦，这里上面都有哈，从、哦、巴塞、凯达、格兰、归兰、归伦哈、塞夏、道卡斯。 哦，新竹州的同心大概大部分都是塔卡斯，哦，道卡斯，所以那个 YouTube 如果要找新竹州的影片，道卡斯的 T A O K A S，道卡斯，好，那我们的刚刚那个议长呢是马卡道主哦，在这边，好，这是整个，哦，原住民，主原来主要的住民，哈，叫原住民，好。 朝鲜皇帝将领土管辖权永久让于大日本国大皇帝，主要依据在哪里？日韩并合条款，哦，就是这一面。那这是谁的？大韩国旗。哦，大韩国旗。那这、就是，呃，大韩帝国的高宗，哦，他派了一个代表哈、哦，我们看一下，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二号，由大韩帝国的总理李玩用与。 日本代表市内正义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全部的统治权永久让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并于一九一零年八月二十九号公告。请注意哦、喔，将全部的统治权永久让予给谁？不是日本政府哦、喔，一样的。所以现在他的全部统治权仍然在谁手上？天皇陛下、喔 所以朝鲜有没有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台湾有关系？有关系哦。好、哦，他的最早棒球队哦，不是卡弄哦哦。一九二三年，林桂新先生在花莲招募一群高杀的孩子，组成了高杀棒球队，是棒球史上第一支由 Formosan，就是台湾人所组成的棒球队，组织全员全部是阿美族，好、哦、高杀的孩子。 啊，那球队在台湾总督府花莲港厅接手后，就是一九二五年威震日本国内地哈，能高棒球队，能高棒球队是最早的哈，呃，卡弄是后来的哦。我们看到这里，哦，翻人就是意思说那个高沙的意思，好，跟清国的翻不一样，因为它上面加个草字头啊，蕃是外国，因为那时候那个基本上因为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才。 行宪诏书嘛，所以对于那时候来讲，台湾确实是日本的殖民地，哈，所以呢，那时候是先用藩人代表，哈。大正十四年，哈，能高团、哦，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报道，哈，七月十六，号好到东京，东京的那个车站前，能高团野球，哦，这个整个后面，哦，内地，内地在哪里？日本国，现在日本国地方，哦。 啊，林贵兴先生在这边。哦，当时花岗山棒球场以八比三击败铁队，拿下 Osaka 哦，大阪每日新闻社在花莲举办棒球赛冠军所留下画面哈、哦，它有那么多那个球队哈、哦，在一九三零年左右是美花莲主要硬式棒球的队伍哦，也另外一种是软式的嘛哈、哦，以林贵新所效力的朝日。 实力最强。一九二九年五月，华园港大会；一九三年十月，华园港体协支部所举办的秋季大会中，都拿过冠军哦。哦，这是林桂兴先生，他的后面生涯非常悲惨哦。他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号，明治三十二年黄历二五五九年出生的。 那四四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号，就是昭和二十二年。那出生在花钱厅的台东人哈，他是主要是投手又抖又打哈。一八一六八七十二公分，他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白色恐怖横行年代，呃，受难者哈。他他是家人哈变卖家产，甚至向朋友借钱把他赎出来。那出狱后，为了白色避免白色恐怖波及家人跟亲友，哦，他自自己先把。 那个安顿到家人，安顿到台东，然后选择以武士精神，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号，在自己家的柴房切腹自杀了断生命，就是这样，宁愿自杀，要不然被那些那个中国武装难民凌虐哦、喔，实在很悲惨。我们知道，就是说也会有那种铁线啊，哦，甚至在当街开枪枪杀示众哦，所以他宁愿选择这样子。 好，那、哦、我们回到主题哦。银行券钞票是公开的正式文件哦。在行宪诏书之前，所使用的银行券是什么？台湾银行券哦，我把自己凸显出来。然后，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行宪后，使用银行券是什么？日本银行兑换券。好、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昭和陛下颁布行宪诏书，一万国公法，成为神圣不可被分割的国土。哦，台湾民政府官网搜寻引擎，你如果记不清楚的话。 这七个字打上去，然后就看到这些哈，好，OK，一九四五年四月号《行线》日前使用的台湾银行券，哦，这个券底下是个刀，哦，这是大家如果有亲朋好友看到写到这个券的时候，请大家要好好的把它拉回原点，哦，因为现在大家都写那个卷嘛，那个卷，卷是考考卷，不是这个券，哦，为什么都抽奖不会中？因为字写错啊。 满街都写错字嘛，所以不会中奖啊！写一个刀字哦，哦，那个是汉文，不是中文哦、喔。现在的中文是什么？简体字，汉文是像这个写在诏书上的，叫做汉文。哦。台湾人加入大日本帝国，依据高于宪法的天皇诏书，所以非常珍贵哦。我们的呃行命的位置哈、喔，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签那个呃一九。 四五年九月二号，哦，千里投降书的重光葵先生，哦，他在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哦，行宪诏书。大日本帝国台湾行宪纪念日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哦，四月一号是重要指标日，每年四月一号是大日本帝国固有新的政令，还有会计年度的开始日，这是基本常识，哦，那四月一号是哪一个国家的愚人节？ 法国对不对？法国，所以如果在外面有看到说，哎、欸，四月一号是愚人节，那就问他，请问你是法国人吗？不是嘛？哦，不是的话，你就过正常的哦，行线纪念日。你如果要过法国啊，啊、哦，麻烦你到法国规划一下哈、哦，成为法国人，你来跟我们讲愚人节，我们可以接受哈。哦 依据国际法理、万国公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大日本帝国内地是在哪里？就是现在,在日本国，哈、哦。那四月一号之后，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之后，内地延伸，那等于就是说，我们是整个大日本帝国里面，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开始，哈、哦，台湾、澎湖、西南群岛，也就是整个大日本帝国的内地，好、哦，内地，好、哦，那这上面有写哦，那内地人，好、哦，本岛人、高沙族。 哦，那时候就没有写翻人哦，哦，施行准备文征兵征兵的事情准备文哈、哦，有写在这里样？本岛人含高沙族，这已经开始了，哦，他已经把我们视为自己人了哈、哦。那个总理东条英机哦，他不是坏人，这是台呃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的那个印哦，他现在还在那个台湾自己当局的总统府里面哦，还保留着。 那什么时候用？我们的国际地位恢复正常后，由天皇陛下派，就是总督还是说什么之类的，这一边印就可以拿出来用哈。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行宪日之后哈，我们看到这些钞票还是很清楚哦。日本银行兑换券，好，这是什么？哦，台湾五尊千元券，哦，是原票为基础。哦，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号。 开始流通，哦，朝鲜也有用，为什么打洞？来不及了，所以打洞。这不是退货，那是打洞，意思是说他来不及发行。哦。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的领土，台湾已经证明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哦，就是行宪诏书。那这个撤退总指挥就是这一位。 哦，他现在名称叫准国安局秘书长。哦，他是处理今年六月他自己讲的哦。哦，这、就是他们的台湾自己当局的立法委员。哦，这个问他，哦，因为回来台湾做什么？他主动的讲了哦，他是回来处理六月份哦台湾内部产生的国安问题。哦，什么问题？美军要进来了。哦，民主的究竟是谁？昭和陛下。 哦，他是看到那两颗原子弹打在那个长崎跟广岛。那原先美国的规划是要把另两,两颗原子弹嘛，有一颗要打在新竹。如果当时长崎、广岛其中一个没有打，而把另外一颗打在台湾的新竹的时候，今天大家的目前的现在情况也就会不一样了哈、哦。如果打在新竹的话，美军会亲自来占领。 那昭和陛下就宣宣布向那个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号宣布向盟军投降，那就是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所有的臣民免于被消灭，要不然整个消灭的话却又玉翠，那可能整个国家就灭亡了。哦，那维基百科我们在上面输入关键字“太平洋战争”，我们看到两个阵营哈，这是走那个。 同盟国的部分哦，这是我们这边的部分哦，看到昭和天皇东条英机哦，底下三本五十六哦下来，还有谁？满洲国爱新觉罗溥仪哦，中国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王兆民，这、就是汪精卫哈，然、哦、后越南，越南也是也是我们盟国哦，他那时候的领导人叫做保大帝，也是皇帝哦，然后在底下这些哦，这通通都是我们的盟国哦。对面的有看到谁？ 罗斯福，史迪威下来，蒋中正，孙立人，丘吉尔，还有什么亚历山大、霍列夫斯，这些都是苏联嘛，好，然后再底下这些，好，大日本帝国是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哈，在昭和陛下御营宣布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号签订了投降书，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重光的代表身份，好，有看到哈，这里有写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然后就叫 and 双重身份，那代表皇帝跟政府，哦，重光葵，哦，大日本帝国的国体仍然存在哦，哦，十六月八重菊就代表什么皇室，所以我们网络上看到说台湾要选出国花，哦啊，我们台湾的国花原来就有了是什么？菊花，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樱花，这是黄灰啊，因为我们国家是。 二元制有皇帝跟政府嘛？哦，黄灰就是代表皇室，菊纹，哦，那那个 sakura 才是，就是国国花有两种对不对？就是菊纹、皇室跟 sakura 两种，那需要再选第三种花吗？野百合还是那个银亚灰都不需要哦，菊花跟 sakura 就有了，还要自荐吗？ 不需要，我们有民事宪法。我们将来台湾最多只是制定个台湾、台湾那个什么，诶、欸，类似像管理法之类的，哦。哦，因为万事一系的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永远存在，哦，OK，战争法内容，台湾战争史回顾第一本里面有写哈、哦，第二十页到二十五页，它写什么？ 用以规范交战国的行为，哈，一八二零年，拿破仑席卷欧洲，占地为王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也是违法的，好，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克里米亚，好，跟那个俄罗斯，好，乌克兰的事情，那这个战争法跟国际法，好，这一次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哦，因为全世界共同遵守法律嘛。我们刚才第一篇那个台湾短评二四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自然法。 邦国公法跟国际条约，所以俄罗斯到最后哦还是输的一方啊，因为全世界遵守了哦，就是国际战争法。那他就想办法把乌克兰跟克里米亚关系把它切断，可是没办法，因为那时候赫鲁雪夫已经把那个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而乌克兰把他的宪法实施在克里米亚，所以没办法的哦。实施宪法的地方可以被分割吗？不行哦,哦， 那用革命手段把征服者赶走吗？不是哦，只要当地成立民政府，西方 government 恢复社会良好秩序，征服者自然自动离开。为什么？因为有战争法的规范。战争情况的分类就是交战国在作战后一方投降后要求停战，双方停火到和平条约签署前所发生的占领情况，哦，称为交战国军事占领。 哦，实力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称为什么？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哦，不是光复节，哈、哦。那这个时候占领区呢，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哦，像那个 APEC，哦，像什么？我们台澎金马，金马是他们的，台澎是这边，的，所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独立关税区。那和平条约签署后到，到叫做就是叫做善意占领期，哦，是军事层政府的平民治理体系的建立。 这是在那个美国国防部陆军总署的汇编书哦，FM 四十一 d a s 哦，这一本书里面有写到哈，美国战争法汇编包括占领法在内，时间是一九四零年的十月一号，由美国国防部陆军总署首次出版哦，这本书编号是 FM 二十七 d a 哦，用途是美国总统或司法部各界处理或引述因战争带来各种解决方法的依据。 最高法院判决或战争习惯法也会引用讨论哦。啊，战争法的法院呢？哦，秘书长昨天有讲，了。哦，秘书与秘书长有约里面有讲哈，公约和条约、战争惯例，哦，美国与他国大法官解释文，哦，最高法院判决或者是联邦法院因战争行为所产生的判例，哦，传统法、惯例法，还有一九零七年海牙第四公约、九四4年日内瓦公约跟国际 国际红十字总会规章的人道主义章节，哈，什么叫恐怖组织？好，定义在哪里？稍微想一下，哈，然后答案出来，哈，这是美国对于恐怖组织的定义，不是国家拥有武器到处征兵，有人兵狗的哦，哪个地方？哎，下一章就看到哦，来看一下宾拉登盖打恐怖组织，它是其中一个答案，哈。 他在在国战爭前战争法前呢已经伏法，还有一个比他还大支的嘞，正在解决是的，刚刚讲的哦，在这里，老大老大来哦，还有妻子、欸、果然是帮派哦，他的名称他的黑黑道帮派组织叫名称叫做中国武装难民，是当今最大的国际恐怖组织，啊，各位本土他人真是厉害，我们朝夕跟他相处、欸 国际恐怖组织，那大家是不是被加持的人质啊？因为我们要交保护费嘛。哦，我看每一年过，大家都要填表格，就是要交保护费啊。哦，这个是那个现在整个三个阶段哦。那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哦，就是战争法在台湾的一个三个阶段。哦，美国打败日本天王，将日本台湾处分。哦，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元帅根据什么？ 一号命令哦，他实施的那个就是说军政跟民政。那军政由中国军事政府，也就是说台湾警备总部。那民政方面有陈仪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那台湾台湾这里，他来台湾之后，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号哦，就开始了启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简称 Chinese Taipei。 那这个时候，本土台湾人的公平跟正义就不见了哦、喔。那为什么？等一下会讲哦。《国民战争法》下，正是台湾的现在是依据的是美国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好，这是美国国务院底下民间组织，它现在目前是由 AIT 来主管。好，让中国流湾政权继续奴役台湾。那为什么有《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跟台湾自己当局，就是中华国。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跟他之间的一个盟维持盟友关系。他最主要这个台湾关系法是毒害台湾人，他是美国继续要从台湾拿钱。那中华流亡中政府呢，他现在改名叫做台湾自己当局，他也可以继续跟台湾人拿钱哈。那将台中华民国的占领军改名叫做台湾自己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国务院的政治主导。我们刚刚有听到那个议长在这里有上那个美军。 占领的一个观念哈，那贺电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刚刚有听了，大家有一个观念在哈。我们谢谢刚刚那个潘议长给大家的一个基本观念哈。美国人完全呢看不到本土台人，因为大家看到的是拿到什么？大家拿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那所有拿这一个身份证的人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那现在我们即将要步入的是这一个。 阶段哈、哦，国际战争法下法理台湾的未来哦，根据的是正常的哦，旧金山和平条约，也就是简称 S F P T 哦，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哦，美国军政府 U S M G 来主管，那底下有军政跟民政，军政方面由美军哦来实施他的军事占领哦，台湾人就不用当兵了哦，恢复正常那。 民事政民政方面有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全称叫做什么？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哦，那美国现在不能说看不到本土台湾人哦、喔，因为美国自己制作的台湾晶片公民身份证，这些申请台湾申请的台湾人是什么？The people of Taiwan，这个就是转型正义。为什么要转型正义？恢复正常？他们进来是不是把我们的国籍？ 身份都改掉了，恢复正常，哦，借由国际战争法，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我们清白，哦，好，一起来检视不正常的政治台湾的现状。本土台湾人的职业是什么？养猪户哦。我们大家没有无业游民，本土台湾人没有无业游民，养猪户，大家用起猪的，啊，再啊，眷村。 猪圈嘛，因为我们都讲说猪圈低调啊，來得起低嘛，军圈，所以叫圈村的意思，说里面都是关猪，叫做军圈哦。哎、欸，对啊、哦、，OK，大家都养猪户啊，起低啊，人家那个养猪户还可以，猪还可以杀来卖，现在又很贵，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菜市场买卖猪肉的，放在冰柜里面还会被偷，你看那个。 那那养了六十九年的猪可以杀吗？哦，发现了这群猪除了验证想低压早，哦，想家不好，啊現在在，怎么归家路的啥？嘿，拢全都拢是因大部分拢因家的家孙哦，因为啥咪变本加厉啊，笼告小家、哦、为啥咪？因为老鹰在赶猪狗回家。你知道这一群猪狗是怎么来台湾吗？哦，就是、这是怎么来的？ 哦，中华民国没有权利出卖台湾，所以本土台台湾人要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有两个受降单位？哈、哦，很有趣哦。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哈、哦。那因为是在中国在国际战法铁则之下呢，一九四五年台湾不是殖民地的哦哦，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那为什么台湾所谓的光复？哦？那中国银行的钱币为什么没有在？ 没有办法在台湾使用哦，那些外省伯伯，哦。其实我们要讲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伯伯啦。哈。然后他说：“哎、欸，唐们光复啊，王光光复。”那不好意思，拿这个卡拉洛克给他看哦。你们不是有中国银行的钱币吗？啊，应该要在台湾用啊，怎么会拿这一张呢？这张是台湾银行啊。哦，你用台湾银行是代表说台湾是你的殖民地嘛，所以叫你。 中国殖民政权一点也不为过嘛，哦，因为代理占领占代理占领嘛，那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好、喔、，OK，哦、喔，实力呢，看到上面有美国国旗，都已经上周几天课下大家看了很多次哦、喔，美国国旗的意思是美国分配占领权哈、喔、给蒋介石元帅，所以要什么事情都要听美国的。 哦，主要占领全国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哈，国根据《国际战争法》定义，刚才也前面也讲过。哈，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是什么日子？来，大家一起念：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好，OK，是接受投降，不是台湾光复。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到一九四五年九月2號二号，二这是大战期间呢，中国军从来没到过台湾。哦，去年的六月九号。 自由时报也有讲哦，一九四九年文件指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一部分，是大日本帝国的国土。这一点麦克阿瑟非常清楚，所以蒋介石会不知道吗？哦，中国政府使用的纸钞仅在中国使用。哦，那一九四六年，哦，为什么使用台湾银行纸钞？它是占领区啊，哦，纸币所以不是中华民国。哦，在此这边补充，因为时间关系，大家重要讲一下哦。 这一张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在国际正常的地位，因为流亡的中国难民跟本土华人整个是混淆在一一锅里面，所以没有办法去分辨。包括所谓的所所谓公投，没办法实行。哦，而且很特别，就是这张身份证背面，妈妈这边，妈妈的名字旁边右上角的地方，摸一摸有个粗粗的，有一排刻了一排文字。 哦，那个数字，数字前三码从零零零开始到一八零，他们有内部的密码来区分，你是中国 VIP 还是台湾奴隶，非常清楚哦。这个这个方面的讯息是美国官方透过讯息跟秘书长讲，秘书长在过去课程当中有跟各位同心学员分享过的，所以基本上这一份讯息就是经由我在跟各位同心来。 那个分享哈，那为什么要申请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这里有晶片，好，除了后面依据法源之外，最重要一点就是拿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才可以真正证明你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所居住的人民。哦，重要意义在哪里？这两个，就马上就可以区分开来了。人家会问啊，诶、欸，你鼓励我去申请？ 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用意在哪里？我没跟大家讲，你没办法证明身份证自己的身份是这这一张，这一张是识识别证哦、喔，它没办法证明。好、喔，那这张晶片身份证，它可以证明你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居住的人民哈、喔。好，来看一下。哦、喔，因为代理占领台湾，占领不得移专主权哈、喔。根据国际战争法规定，来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大声一点哈、喔。早上。 来一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好、哦，各位那个初级研习班的童心哦，这两个是重点哦，请大家务必要记得哦。这两点都可以去验证哦。所以说，台湾自己当局在台湾发生任何事情，这两点都可以去验证哦。 哦，这是台湾台北工会堂哦发生的情况，哦，这是受降典礼。好，我们看到这上面，这有四面国旗哈、哦，这是苏联，好，这是美国，这是中华民国海军军旗，这是英国的国旗。哦,哦，两个意义在哪里？就前面刚刚讲了，它只是代理占领而已。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哈，九月九号中国战区的另外一场稍早的一场。 蒋介石元帅，他不叫中华民国哦、喔，因为我们知道秘书长有前几天也讲过哦、喔，就是中国的四个四个代表，哦，像美英美国英国宣战是满洲国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那重庆跟延安呢是叛军叛乱集团，所以他们也是没办法取得代理权哦、喔。 为什么两个受降单位？因为嘴巴张那么开，哎，哦，大日本帝国台湾是太平洋战区，看到哦，美国，美国，包括这里，这里因为有我们的，这是整个区块。现在这整个区块是大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因为为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因为大东亚共荣圈其意就是希望整个黄种人、黄皮肤，哦，希望能够走入欧化、脱亚。 入欧，因为亚洲当时生活水平为什么一直跟不上时代？哦，因为是欧欧洲那个文明，让大家生活更往前迈进一步哦、喔。那大日本帝国就是根据华盛顿海军裁军协定哦、喔，那个刚刚一开始忘记里面有讲，华盛顿那个协定里面就是把亚洲的部分交给大日本帝国来做处理，整个亚洲的秩序哈、喔。看一下。 智慧判断用法理解读哦，这两个战区哦，美国麦克阿瑟哦，这是那个陈仪，这是何应钦，中国战区跟太平洋战区哦，两个不一样。为什么海军军旗没办法露面？哦，看一下了哈、哦。时间关系，大概看一下哈，有很多被隐瞒的。这刚刚就看过哈、哦，来看一下《中华民国万岁》国旗这一面嘞、哎。那请问这一面是什么？ 海军企业，他的国国旗、国徽跟国歌，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党旗、党徽、党歌，吾党所中哦，都唱到烂了、嗯。它是在一九五四年经由他们立法院确定为国旗，为什么？因为《台湾关系法》在施行之前，它就是先。 偷偷两个，美国跟蒋介石两方面就先讲好了，赶快把这一面海军军旗，哦，就地合法变成国旗，那这一面全世界都公认的是海军军旗啊，自己喊自己高兴哦、喔，所以这个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公认的一个，而且我们刚刚知道它是恐怖组织，所以这一面其实可以在国际场合露面吗？它是海盗旗耶、欸。 所以为什么到菲律宾被人家射杀？这个这个旗子只要挂出来了，就代表你是国际海盗哦，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欺负你、践踏你。尤其护照上面还有这个车轮牌，拿出那个绿色护照，哎、欸，我是海盗国家哎、欸。所以为什么人家都通关了，你就哎哎哎，欸、你等一下到旁边，因为你是海盗啊，海盗国家哦。 中华民国地方政府在台北哦、喔，在看到一号命令发令人麦克阿瑟哦、喔，跟蒋蒋介石还有这个谁宋美龄呢、欸，怎么这样？给他咬下去哦、喔。四十一页上方资料哦、喔，新台湾四十一页上面有写哦一九五年五五月五号法理上台湾成为日本帝国一部分哦、喔。OK，来看一下，现在十分了哈、喔。节三至第。 零三九七号哦，那但是我昨天有大概去确认一下，它叫零一二九七号训令哦，擅自把本土台湾国旗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旗，那违反国际法海洋公约跟日内瓦公约军事占领不改变占领地主权，不改变人民国籍的法规。哦，愚人节，哦，十月二十五号，哦，它有两个愚人节，但是四月一号。 是我们的行线纪念日，哈、哦、，OK。法语台湾揭发流亡难民的罪状，哈、哦，在台大日本帝国台湾各地篡改跟窃占部分实力。看这里，日本轰炸台湾吗？这个 Mark 是什么？美国哎、欸。那纵贯线铁路是流民传盖的。加息嘞，流民传怎么会建这种欧化的牌楼哎、欸？这是大日本帝国。 那红叶少棒是台湾棒球的起源吗？还有更早的 c a n o 之前还有刚刚我们看到能高团。那东西横刚公路是伟大的农民盖的吗？是大日本帝国那时候就有。你看这，我们那时候 f o r m o t i o n 所受的教育跟穿着，有打赤脚吗？有穿乞丐服装吗？大家都没读书吗？啊，为什么都穿那么整齐？ 跟现在我们看到日本国受教育情况一样，可见他们给我们的讯息是完全是误导的哦哦。台湾的区域归属被篡改的部分哦、喔，这是大日本帝国整个区块哈，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南极。阿公阿妈日本人，阿爸阿母日本人，为啥你变电中华民国的人？人阿、啊、衰，进步阿谁 菜龟好菜啊，菜龟知吃，啊个骗类生苦瓜啊，再骗就生苦瓜啊，哦，OK，国籍为什么被改变？因为蒋介石他学到哈、喔，他苏联在占领北方四岛，把一万七千名日本的居民强制驱离、拓使违反国际战争法，他还想跟进哦，所以看到克里米亚的事件，我看中国。 跟现在台湾自己当局也跃跃欲试，好、喔、想挑衅。那不好意思，俄罗斯准备接受制裁了。喔、最新的消息。他一九四六年三月到一九四年八月，共分七批次遣返在台湾的合议日本人。我们是台议哦、喔，台议日本人。那这七批次的那个被遣遣返的合议日本人里面，是违反国际战争法。 被强制带走的，那谁违反国际战争法？蒋介石海盗集团，哦，那这些回去的和日本人，他们身上只能带两公斤的东西，身上只能带很少的钱，那他们宁愿饿肚子。他就是把建设台湾的蓝图，还有一些珍贵的户籍资料、地震资料，由大日本帝国当时的政府就。 跟那些关东军遣返的日本人，跟他们讲：“你们身上要帮忙把台湾将来要建设的蓝图，大家想办法一样啊，大家都很爱国。我们知道那个福岛，哦，福岛那个事件大家知道，都很团结守法。政府下命了，大家都很团结。为什么？因为大家团结，国家才会强盛。他就每个人带一个蓝图，盛放在身上，然后称一称，两公斤过，两公斤过，很辛苦的把建设的蓝图、地震资料、户籍资料。 原封不动地带回日本，那那个建设蓝图现在是在日本国的箱根图书馆，那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没有资格去拿哦，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状状况是被军事占领中。那如果大日本帝国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候，哦，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候，这些蓝图或许有重见天日，甚至可以根据蓝图把现在在台湾甚至在日本国被篡改、修改的。 一些建设可以恢复原状，因为他们是不是拆到拆掉所有的大日本帝国的那个神社，哦，它拆掉了嘛？还有一些珍贵的古籍哦，建设那些都可以恢复，因为什么？还有蓝图在哦，根据蓝图重建。所做的调查，和一日本有三十二万三千人哦，支援流台有百分之四十三。 自愿遣返百分之五十七，哈、哦。日本外务省估计，如果能够获得保障有70，有百分之七十的合裔日本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土，那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 （Formosa Empire of Japan） 哦。哦，OK。所以日本人在台哦，续留权没有自主、哦，没有办法自主。所以刚才讲自愿留台，那是被逼的。哦，自被逼说啊，他自愿被遣返，那是被逼的哦自被逼然啊他自愿被遣返那是被逼的哦 完全是由国民政府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中国军事占领当局单方面决定，哦、喔，强迫性全返、没收私人全部财产，只允许携带多少一千块。哦、喔，要求使用军舰，比照苏联模式，把六百万人本土台湾人带回大日本国的内地。美国美军呢拒绝，那他就使用特殊的手段，哦、喔，他就用。 参节参字第零一二九七号，把所有台湾人的身份全部消灭了，然后变成中华民国。再伪造的该该掉哦，所以使美国看不见被占领区的本土台湾人，一系之间公平正义完全消失，后抗的都是他们，好的都他们，坏的都台湾哦。大本帝国国旗就这样，因为违反国际战争法哦，改变了。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啊，这有写。 零一二九七哦，那这里有数字嘛？零一二九七哦，OK，这是什么戒严令？哦，新闻案里面有讲到哦，戒严令是陈诚、陈宇安的爸爸陈诚在中国广州，为了方便蒋介石上岸来军事占领台湾哦，所制定的戒严法。戒严法只能实施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在。 别人的领土，oh, 我们知道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对不对？不是殖民地嘛？他怎么可以把中国的戒严令在台湾施行？而且一施行就那么多年，哦，违法了、啊。这是罪状之一哈。Oh, 这是这么多识别证，oh,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跟菲佣太郎是一样的，面这边，好、oh,，OK。 边做兵啊，边搞税、啊。对，做记号，刚刚有讲了哈。这里，哦，他要努力 VIP。当然，现在如果通知你要去当兵，就去当，因为他强迫你嘛。好、哦，等我们接着呢，再一条一条跟他算。哦，那那个退伍令要留着。哦，那个就是犯罪的罪状没唔免投票，黑是领导的代志啊。哦。 消失了中华民国，哦，打中华民国兵役法会出现兵役法，大家用看了就好、哦。中国领土包括金门跟马祖，还他们现在就是平潭岛要回去的哦。哦，刚刚点的四万万换一块，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号，哈。 台湾人民财富缩水为百分之零点零二二五，一百万比二二百二十五块，缩水有够多吧？哦，就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哎，这个跟日本国，这个跟台湾一比五，一比四十，一直换换下来差很大哦。政治迫害的人数，当街就把台湾人就这样打掉了，这些影片影。 看得到，这不是共产党哦，这是在台湾，这是中国军事占领军在台湾直接就枪杀本土台湾人，这影片活生生的证据哦。清泉岗基地是美国台湾的占领区哦，升旗典礼，他钻法律漏洞。图博流亡政府在达兰沙拉，他国旗是这样升的，结果他自己独立了。正确是因美国在上面。 土博在下面，好、哦。福田质量，好、哦、有兴趣大家看一下，政治台湾现在是什么？政治炼狱，哈、哦。可怜的台湾人，把国改树藤，一枝全部压在后边。好、哦，台湾关系法叫台湾自己当局温水煮水蛙，哈、哦。台湾人的政治炼狱，泡温泉啊，就被煮死也不知道啊。 哎，好了，六百页到六百零五页，大家再翻一下哈。政治那个政治炼狱的定义。新台币哈是法定货币吗？真正货币是西雅，不是 NTD。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早已经倒闭破产。 它一旦回归中国，可以带走新台币发行的控制权吗？不行哦、喔，在这里哦，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法定货币因为大量发行恶性通胀，由金圆券取代，它是破产的哈、喔。多少钱？好，今天课程到这里哈、喔，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按时到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来看我们的新文章哈、喔，谢谢。 各位同行，哈口又困找魂金，那个请各位同行注意一下，有没有人的识别牌就是通行证掉了？零九八，零九八，有人的掉了吗？然后还有这边黄家颖，黄家颖，黄家颖在吗？那个你的识识别证在这边。